那让在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呢，小朋友们要一起来同乐。今晚呢，就要让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这个大开眼界。来，欢迎邀请的是我们的凯莉，带来这首歌曲，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来欣赏这首《自由》，对不对？好的，欢迎邀请我们的凯莉。哟吼！喜不喜欢他，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爱着你，爱着你。他可以听红色的酒，他在拒绝我的要求。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
所以我跟你说，很多人都在反映说，哎，奇怪，为什么舞台上的小姐呢都不会看什么场合唱什么歌曲？我跟你说，我曾经呢在舞台上我就碰到这个，明明呢就是做选举场，这个登记第二号的候选人小姐一出场的时候，她就说她唱了一首独一无二。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形？还不然就是碰到刚好呢，我们那一场呢是做那个，就是那个刚好是这对才子新家人结婚了，结果呢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唱不如卖小塞。不然呢就是呢刚好呢我们是做那个太平洋房屋现场呢，就正准备做他们的那个就是周年庆啦，或者是做他那个真的假婚礼，结果他一出来他唱伤心太平洋。所以你刚刚唱的这一首歌，我要问说跟我们中秋佳节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哦，没有没有。那你要改进啊，检讨啊，不能老是说我们今天舞台上的小姐都让大家觉得说，哎，我们都四首歌打遍天下无敌手。你心里有没有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有没有？有，可是我没有会唱。真的，我跟你讲，今天不是会唱的重点。刚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安排了一首一样的月光，城里的月光。那我们现在两个人来做接力好了，我现在只唱一遍，想到月亮的歌曲有什么，只要唱一小段抓到那个音就好了。 你的心里还有没有跟月亮有关的歌？哪一首？月亮惹的祸。你看看人家都讲了，你看看，哇，有声人都是月亮惹的祸。哎，他已经有人开始对哦。好，换你。私奔到月球。私奔到月球，哎，也是啊，是不是？那我又想到了，我想到的是月儿像柠檬，月儿像柠檬。换你，输的人要多唱两首，我跟你讲，这是有这个是有在赌输赢的哦。输的人在你自认输，你就多点两首。来，有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哎，这也是经典的好歌。对不对？对，要让在场所有的朋友们知道，这个其实最经典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很符合中秋节。那你有安排吗？现在安排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因为来到这里，我们今天就是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双重享受。好，今天除了是我们今天的松柏林福德宫这个福德正神呢，然后呢真的是圣诞千秋，一年一度做平安戏。同时也是再过两天，今天是农历8月13，对不对？对，8月15是中秋节，也是让现场所有的呢我们的乡亲朋友们一起来到这里呢共度中秋佳节，所以一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很贴切啊。那我们就老师帮他找一下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吗？哎，我发现今年跟你讲话好像比较有对屁耶，真的。今年有去学歌，今年除了先学唱歌还去学讲话，对不对？而且我发现你有笑容哦，差很多，真的。舞台上要保持这样子，每天要很笑笑的。而且啊，今天主持小姐访问你的时候一定要反应，知道吗？下次你没反应我就捏你，知道吗？是，那我们就带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好，送给在场所有的朋友们，跟月亮有关系，让在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呢中秋赏月听月亮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只我的爱也只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
再多一点，笑一下。好，下次再笑。那我们也要在场所的好朋友们欣赏今晚有关月亮的歌，都送给大家。然后海里今天考试哦，要跟月亮有关哦。是。轻轻一个，有一个人，你记得我。的歌，后面小姐一样要比照办理。那你除了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外，我还又想到了一首歌曲，这也是很应景，让在场所有的朋友们呢，大家呢在古月照到京城，让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安排这首《古月照京城》。你要想哦，待会你要用《古月照京城》来接你下一首是什么歌曲哦，你要想一下哦。那我就带来这首《古月照京城》，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哦。有关系，白天就唱跟太阳有关系。你赶快想一想，快！一年不见旧时，不见也不春泪，春来难长久，希望在这瞬间，总在茶余后。多少心酸都一波，摆在桌上，爱无奈都难绝，江山几许沧海，望尘总是数年，文章写不尽。沧桑思悲欢，岁月几如情。重点来了，长江窗前里，梨花和水不停，江山一旧人是一平，只是古月照。挥舞，谢谢。想到月亮的歌了没？想到了，快跟老师讲，马上帮你安排。歌送给今天现场朋友们，有关于月亮的歌，记得月圆人团圆的日子，就是要让现场朋友们听好歌，吃月饼，赏月亮。盏酒喝上，千杯都难却，江山几许沧海，望尘总是何年，文章写不尽，悠悠沧桑。
伤心，欢声越近无情。江山易，旧人是一杯，只是不愿将其沉。黄昏无声歇，笑里照一笑，在这一个辉煌的满江河。江山易，旧人是一杯，只是不愿照几尘。浓浓故事里写，笑里照一笑，在这一个辉煌的满江河。首歌唱了这首有关于月亮的《古月照京城》之后，你的是哪一首？月光。月光。哇，这个很厉害哎，而且反应超好的哎。那我们就来欣赏你的月亮的歌《月光》，好不好？来来来，就赏个鼓励。哎，真的，他可造之才哎，来，这个以后是我的接班人了，知道吗？以后要多尊敬一下。好，来这首《月光》。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来哟。在场朋友们感
感受我们今天月光的威力。我轻轻在歌唱，走进你我不会再悲伤，一双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我的月光，你是幸福月光。谢谢你的掌声，是我们幸福的月光。很棒哎，你考不倒的哎，真的，原来是普语，真的是有潜力，真的。来，我想呢，这个安排了一几首呢，我们今天又要歌曲，你要到后面的有伴奏，他刚刚已经在后面找歌了，他说我们把他的歌都点完了，所以我们稍微让他有点伴奏，等下让他再唱一些要关于有月亮的歌曲。来，紧接着再带来什么歌曲送给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这里很多哦，其实都是客家人嘛、哦。那我们凯莉是客家人吗？我不是，我是给闽南人带大的。给闽南人带大，但是你会讲客家话吗？一点点。那问好会不会？基本的。我只会泰嘎后这一句。对，泰嘎后就很有用了呀！你看大家会不会反应你一下？来来来，跟大家问好一下来。泰嘎后，泰嘎后。好，你看大家有反应，这就很棒了。人家说泰嘎后虽然会讲101句而已，但是非常有亲切感，唱好。很美，那要带客家歌曲送给你听吗？好嘞，你看看哦，大家真的都没有不好意思呢哈。那我们就唱客家歌，好，要预警一下，就唱个客家歌，让大家一起来到这里哦。这个你看，中秋节，就要干嘛？烤肉，对不对？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后，烤肉最好的凉拌是什么？台湾秘鲁，那就带来这首。太极家来管一杯，好不好？掌声来鼓励一下，谢谢沈文太极家。哎，喊一喊喊喊我，哎，你听得懂哎？
的客家歌曲来开嘎了管一回，小姐还在下面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呢这个一一的握手声风台迪嘎。那我想的赶快，我就不耽误时间，继续让你边唱歌跟大家呢顺便搞鬼活弄好了好不好？来继续带来什么歌曲？来继续带来这首头号甜心。哇，今天唱这么嗨的那首歌啊，来来来来，小心慢走。期待很久的魔幻泡泡秀，现在准备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的安排啊，喜欢吗？有玩过吗？有玩过我们今天的泡泡秀的请举手，我看看好吗？有玩过吹泡泡的有没有？吹泡泡一定很多人都有嘛，对不对？